胡翔这个王八蛋，等出去以后，看我不揍他个七窍流血！你揍不了他了，胡翔现在是刘安国的秘书长。他是谁的人，现在还说不清呢。孔先生正在想办法，把大虎跟小虎先弄出去。 孔先生真是高人呐，佩服。他说，在这些事儿上，你应该比他还有主意。主意倒是有，就是没有办法施展。要是能把他们两个放出去就好了。现在，别的人靠不上了。 先别急，咱们先想办法。我们的案子，刘安国现在是什么态度？原来打算事后，还好，白先生、庄先生还有钱先生他们，说应该依法审判，所以这事儿就搁下来了。现在白先生。 去上海找了大律师，正在准备为您辩护呢。这都是你的面子呀！我有什么面子呀？还不知道能不能救您出去呢。大虎小虎啊，跪下！听见了没有？跪下！哎，不是，给欧阳小姐谢恩。哎，不是，谢欧阳小姐。哎。 这是干嘛呀？欧阳啊，我在龙泉十几年，平时说起来，朋友部署遍及全县，可是，一旦有事，不是背我而去，就是远远的躲起来。只有你，跟我风雨同舟，不离不弃。 我用你这样一个红颜知己，知足了。我这辈子也算没有白活。如果我躲过了这一劫，我的后半辈子就交给你了。你别这么说。 我欠你的情，早就还不清。我说的是真心话呀。我真后悔，这些年来我左顾右盼，思东想西，心里的负担太多了，没有照顾好你。 下一次再见了面，这事儿你要和他撇清，不要再弄得拖泥带水了。阿云今天搬过来吗？说好了是要过来的。欧阳，我得给你出个坏主意。什么坏主意啊？今后你对白先生要好一点。 为什么呀？白先生是个正人君子，以后未必有高官厚禄，但肯定靠得住。他不肯给咱们帮忙，在他并没有错。孔先生，你人在山上，知道的还挺多啊。不说他了，我高攀不上。
小姐，云姐他们快到了。都拿下来。行李呢？都拿来了，就这些。就两个箱子啊？他们这些人什么都不让我们拿。都收拾好了，进去吧。嗯。没事吧？以后可得小心点儿。欧阳，白先生，我听说你要来对戏，特意在这等你。有事吗？我急需找孔先生了解一些情况，你帮我搭个桥，约他出来喝茶，好吗？您可能找错人了。你还在怪我呀？我那不是生气了吗？我说的是气话。我还生气呢。你搭救李提道，那方法肯定是不对的。你赶紧的，千万别办傻事儿。不是我跟你说，那你就别说了。我不说你会越来越错。我没觉得自己是错了。你当然错了。我还有事儿。夜已深，这么看。也祝白先生新婚大喜。当然，这话又说回来了。要说这事儿吧，他也不能完全怪欧阳小姐，是吧？人家找你帮忙你不帮，现在你找人家，别人愿意帮你吗？哎，其实在我觉得呀，他心里头肯定还是有你的，是吧？他不可能为了一个这样的事情他就不喜欢你了，是吧？小祖宗，好吧，我谢谢你。你该干嘛干嘛去啊！哎，别照了。林彪，你怎么躲到这儿来了？让我好找啊！我刚才清点了一下粮库，就剩下1000多斤粮食了。不是粮食啊！你还得赶紧想办法。老祖宗啊，小祖宗，我请你们以后不要再因为这种事儿烦我好吗？我自己的事儿还忙不过来呢。一个星期，就收了这么点儿，啊，就这么一点儿。胡翔，哎，怎么了，主任？你原来在李记道主事的时候，一天能收多少税？啊，你来的那天，各个税卡合起来一共收了350个大洋，税务局把钱交上来的时候，还是我打的收条。那我们怎么收不到？你们跟我老实说，是不是塞到你们自己口袋里了？没有，绝对没有，主任。主任，这个事儿也不能都怪他们，这收税需要有一套办法，他们哪懂这个呀？他们不懂，
那我问谁啊？啊，这镇三会那边天天跟我要钱要粮食，我拿这买，够吗？主任，宪兵队的薪饷早就该发了。警察局说了，明天再不发薪水，他们就不来上班了。还有聚宝楼派人来结账，没钱。告诉他们没钱，别跟我提钱，一帮废物。主任，税务局的人恐怕还得启用，要不然没人知道怎么收税。启用启用，明天就让他们去收税。哎，你来干什么来了？安国，坐。听说你要放了大虎和小虎了？对啊，两个年轻后生，惯着他有什么用啊？有人出五百大洋保释他们出去，五百大洋够这盯几天的了。这两个人不能放。为什么不能放？这两个人就是李继道的眼睛，李继道的手。这两个人要出来了，就等于李继道出来了一半。这李继道出来又能怎么样？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他一条臭咸鱼，根本就翻不过来身。这两个人绝对不能放。不放行，你给我五百大洋。行，我给你五百大洋。拿到银行兑换现金。哎，不行啊，大虎小虎看着放你啊。不给你钱了吗？一个人五百，不是说俩吗？刚才主任没说是俩人。跟你开个玩笑，你还真当真啊？行了，就算你赈济灾民了，好吧？钱嘛，小事。王国，我得跟你说件大事。说，知道你为什么收不到税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在龙泉人眼里，你刘安国就是个过客，他们认定李继道还会回来，还会回到县府，这龙泉的天下还是人家李继道的，不可能。就算李继道不死，他至少在里面也得关上十年八年。民国以来判刑的人多了，有几个把牢底坐穿的？况且能不能判刑还不一定呢。你什么意思？您看这个，啊？这是前天的《长平日报》，省长秦平之觐见蒋委员长，委员长殷殷加冕。喂，委员长怎么会见这个人呢？他是 CC 那条线上的，见委员长当然不会太难的。前一阵儿，刘总司令得到蒋委员长的任命，在长平建立了军政会，统管军民两政，这就等于架空了省政府，对吧？秦平之自然不愿意把权力拱手让人，他立刻跑到重庆见了 CC 一派大佬，现在又觐见了蒋委员长，这就说明他的活动有了效果。你看那报上说委员长殷殷加冕，如果这要是真的，他返回长平的时候应该会从军政会得到一部分权力。不可能，绝不可能。刘老总深得委员长心。你知道李继道是秦平之的人，前一阵没权的秦平之那是丧家之犬，自顾不暇，管不了李继道的事儿。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他觐见了蒋委员长，这说明什么？那他现在是春风得意，手握圣旨啊，李继道的事儿他不会不管的。那你们说怎么办？你现在还握有生杀大权，趁秦平之没回来，你赶紧把李继道押赴刑场，枪毙了事，越快越好，杀了也就杀了，对不对？你是军政会的人，
惩治汉奸，那名正言顺。秦平之说不了话，可没有可是。王国，你要不杀李继道，你连税都收不到。杀！要杀李继道了，还经审判？审判厅还没组建起来呢，经谁审判？不是说好了等我们查清楚案情再枪杀李继道吗？这案情刚刚有点眉目，把他给毙了，那我们还查个屁啊！朝令夕改，把杀人当儿戏，这里面啊肯定又是政治原因。当政者用杀人来解决问题，这还是原始部落的政治水平。可是枪毙了李继道，我们怎么办啊？我们的文物那岂不是永远找不回来了？你的想法不无道理，一来事发突然，始料不及；二来大家伙心里都明白，这是李继道的报应。处理这件事既不能逆众，又要想办法拖延枪毙李继道的时间，这是火中取栗、投鼠忌器之事。现在只有去找刘安国才能解决问题。你马上把这封信送给刘安国。你还真管李继道破事儿啊？这事和李继道无关。我要告诉龙泉执政当局应该如何执法。在民主社会里，任何人也不可以把生杀大权掌握在自己手里。这个刘安国怎么这样啊？今天说杀，明天不杀的，杀个鸡也没有这么随便吧？要是能拖几天就好了。为什么呀？省长秦平之就要从重庆回来了。秦平之怎么又要回来了？怎么才能拖几天呢？办法倒是有一个。这是一封举报信，举报李继道在县府花园里埋了十几万现大洋。要真有这么多钱，咱们就不用为这事儿发愁了。那你说这封举报信可靠不可靠？李继道这个人，心思缜密，城府特深。具体有多少钱我也不知道。不过要说他在花园里埋藏了上十万的现大洋，似乎有些耸人听闻。那你的意思说这事儿不可信？十万我不敢相信，要说两三万那还有点可能。不行，你在李继道身边干了这么多年，他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啊？他多有手段啊，他就说一年贪污一万，十年加起来十万吧，啊，他一年贪污两万呢，那十年就是二十万。对呀，他怎么可能没有十几万现大洋啊？对不对？你先带人给我挖，上下左右一定给我挖，听见没有？我马上提审李继道，我要一定要撬开他的嘴，我一定问清楚他到底有没有这件事。那，你明天不枪毙他了？哦，进来，主任，欧阳小姐要见你。这让他进来。欧阳小姐，请。哎呦。欧阳小姐来了，稀客稀客啊！来，里面请，上茶。主任，主任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哎，你什么意思？欧阳小姐来了你就走，不给欧阳小姐面子是不是？倒也不是。坐。哎，好。欧阳小姐，请坐。欧阳小姐可是咱龙泉一枝花啊，聪明漂亮，戏唱的可是真好。那是。欧阳小姐今天来有何指教啊？刘主任，是这样的，我刚看到了告示，你们还要枪毙李先生？是，
这种大汉奸不枪毙他，不足以平民愤啊。欧阳小姐问这事儿什么意思啊？刘主任可能不太知道，李先生呀，对我们剧社有恩。哦。所以，我是想替他来求个情。你是给李吉道求情的呀？哎呦，这事儿你可难为我了。对，我知道这事儿有点唐突。论理呀，我们也不该管这事儿。可是，我们实在是欠人家太多人情了。你说人家出了这事儿，我们能不管吗？这事儿，也就您能帮上忙了。你说呢？哎呀，这，欧阳小姐，你要说其他的事儿，我都可以帮你。可唯独李继道这件事情，我是真没法答应。你想想，李继道什么人啊？他大汉奸呀！如果不枪毙他，国家的法度何在？国家的颜面何在？国家的气节何在啊？欧阳小姐，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？是，这样吧。国家的事情其实我也不懂，您看，您能不能想想办法，帮帮我，晚枪毙他几天？晚枪毙他几天？就几天。为什么要晚枪毙他几天？这事儿是这样的，过几天是李先生的六十寿辰，怎么着也得让人家。哦，我听出来了。哎呀，欧阳小姐有情有义，在下佩服，难得，难得。不讲，欧阳小姐这份情谊，咱是不是得成全？那得成全。欧阳小姐，这事儿我可以答应你，不就晚几天吗？好，我一定让他过了这个寿，给他凑个整儿。那多谢刘主任了。不客气。哎，那信给你送到了啊。嗯，辛苦。哎，你猜我刚才在刘阳国那儿碰到谁了？他那个地方还能有谁啊？除了党棍就是官僚，谁都碰不到。哎，不，我碰到欧阳了。欧阳去找刘阳国了？嗨，也是为了李继道这破事儿，他帮李继道求情来着。欧阳去给李继道求情了？啊，他这人完了，病入膏肓，不可救药了。我还听说呀，这刘阳国特别给面，当场就答应等李继道过完六十大寿以后再执行枪决呢。这不胡闹啊！刘安国根本就不配做这个执行官。这个欧阳也是，我苦口婆心的跟他讲了那么多，他怎么就不明白呢？哎呀，这漂亮漂亮，太漂亮！欧阳小姐太漂亮。你说我这走南闯北这么多年，像欧阳小姐这么漂亮的女人，我这是第一次见。你要不怎么说人是龙泉一枝花呢？哎呀，那身段，那气质，此女只能天上有啊。这刚才欧阳小姐往这一坐，啊，她是来求我办事的，对吧？对呀。可是他这个水汪汪的大眼睛，一看我，我怎么感觉好像是我在求他办事儿啊？你说，他就那点要求，我能不答应他吗？那得答应。就是啊。主任，我发现了，您这个人哪儿都好，
就是容易在女人面前乱了方寸。这我还发现了，这李继道明天是毕不了了。这李继道早毕两天晚毕两天有什么要紧啊？关键得从他身上把那笔钱挖出来，咱们现在缺钱呀、啊。更何况我还能在欧阳小姐面前做个顺水人情，一举两得。什么叫乱了方寸、啊？主任，嗯，您要说钱，我知道有一个人有钱。谁有钱？庞七云。庞七云有钱啊？庞七云有钱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咱们不是缺钱吗？啊？那庞七云不是有钱吗？我听明白了，你让我把庞七云抓起来，对不对？那这话我没说，抓不抓是您的。那大街上有钱的漂亮女人多的是，我全跟他们抓起来。主任，我不行。你懂不懂法律啊？我们是个法治国家，怎么能随便抓人呢？我也赶紧给我挖钱去。好，我去。欧阳，来，你出来，出来。我出去一下。白先生打上门来了。县府花园下面埋了几万大洋，这是你造的谣吧？是又怎么样？欧阳，在这个问题上，你已经完全丧失了道德原则，你已经越走越远了，知道吗？你稍等会儿，你还有脸亲自上门去找刘安国？你太不聪明了。白先生，白先生，屋里坐。我说嘛，谁是他的幕后指使啊？洪先生，你真的不应该让他这么干。你真的不应该让他去找刘安国。白先生说的对，确实是不应该。我们也是怕前面的办法不保险，才这么双管齐下的。难道你们没有想过吗？你们还了李继道的人情，可是又欠了刘安国的人情啊！你们已经陷得太深了。你们不知不觉的已经陷入到龙泉的政治层面，那不是你们待的地方，赶快停下来好吗？而且，这对你的名声非常不利，非常不利。我本来名声就不好，白先生不用为我操心了。欧阳，我们以后还是不要联系了，免得坏了白先生的名声。千金难买王仁孝，大户小伙。哎，如果明天刘安国、林树成要杀我们，你们知道自己的身上有什么武器可以杀他们吗？二叔，这上刑场都被五花大绑的，我们拿什么杀他们呀？小虎，你怎么看？我用舌头，我骂他。叔不是说舌头底下压死人吗？舌头能杀人吗？机灵。听说过千金难买王仁孝吗？就这枪对着你的脑袋，刀架在脖子上，你要学会用你的心去杀他，你的心里笑着，把他当成你的手下败将蔑视他，你的脸就会对着他笑，微笑
不用出声。笑得他心里发虚发怵，笑得他毛骨悚然。没准儿你们还能得救。我怎么突然觉得孔先生这人不简单呢？我父亲跟我说了，这老头深不可测着呢。他设计的这缓兵之计高明的很啊，刘安国想不上当都不行。他原先是欧阳家的管家，后来才跟了李继道。我父亲说呀，这李继道之所以能够四平八稳的做了四朝元老，跟他的谋划完全离不开。那我瞅这老头就不像个好人。他很有能量。咱们名单上为什么没有他？这么一个孤老头子，干不了这种事儿吧？不过这人不可貌相，表面上我也看不出来啊。把他列在名单上，重点调查。哎，何事？何事？小郑回来了。快点！您辛苦了。来，快过来，过来。好。哎，谢谢你。辛苦了啊！照片的拷贝带回来了吗？带来了。哎呀，调查贺公举的情况呀，确实花费了一番周折。庞旭云这个人没有问题，他提供的情况呢准确。现在这批文物最大的疑点呢，还是李继道。我怀疑啊，燕江谍张图这幅画的真迹已经落到了李继道手里。可奇怪，他入狱之后，庞奇云到他的房间里仔细的找了一遍，没有发现任何线索。因为小郑带回来的消息，我们要集中几天的时间调查李继道，把别的事情都先放一放。你是不是担心他突然被枪毙了呀？刘安国这个人完全不讲法度，真说不定哪天晚上他把李继道拉出去。这个人的权力和他的水平就完全不成正比。要说到当官的话，李继道可比他强多了。可要是给李继道枪毙了，咱们这条线可就真的断了。可不是吗？他现在是我们最怀疑的人。我们做个假设啊，假如李继道就是咱们要找的那个人，他藏匿了一大批文物，现在他要死了，那他临死之前应该怎么做呢？他会有什么反应？什么都不说，把这个秘密带进棺材里头去？他忍得住吗？反正要换我，我忍不住。那么一大堆好东西，我就任由他从此不见天日了。真的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我肯定会说出来。当然，李继道的城府会比我深。那他会不会悄悄地交代给别人？那会交给谁呢？大虎、小虎，就算是交给他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哎，他肯定会这么想。风木含悲，天不作美。这么大一堆的好东西，好不容易弄来的，这下好了，要让别人去享受。大虎、小虎并非他的儿女，他怎么可能把这么好的东西留给他们呢？其实还有一种可能，他会不会用这批文物和政府做个交易？和政府做个交易？用文物换回他的性命？有这个可能？真的，真是有这种可能。如果他没有想到这一层，那下面咱们的任务就应该把他的思路往这个方向引导，要让他知道，如果他交换文物，那我们就会向政府申请，根据相关的条款歼灭他的行责，这一点会对他有吸引力的。嗯，按照你这思路，只要文物还在他手上，他应该就会有所表示。说的没错，你要想想，这文物要是他真被枪毙了，这文物跟他也没有任何意义了呀。总而言之啊，现在不能立即枪毙李继道，一定要给我们一个充足的时间对李继道进行诱导和调查。你们几个听好啊，从这儿往下挖。挖什么？挖鱼池啊？我让你挖你就挖，你问那么多干什么呀？啊，挖！哎，都挖吧。这儿啊，从这儿往下挖，使劲挖。挖多深啊？我要没喊停，你就一直挖，听懂了吗？哎，明白。挖吧。过来几个。爷，在干嘛？
你上了李继道的当，什么意思啊？这是李继道的缓兵之计。什么缓兵之计啊？他一条臭咸鱼，根本翻不过身来了。他在等秦平之回来，他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等秦平之回来救他。秦平之回来怎么了？他又不是我长官。安国，你听我说，听我的话，你一定把李继道这个王八蛋给我毙了。哎呀，不能枪毙李继道，大洋还没找着呢。哪有什么大洋啊？这是缓兵之计。我不管什么缓兵之计。哎，万一李继道藏了几万弹呢？万一白银洲的宝贝埋在地下呢？哪有那么多万一啊？不可能！不可能什么呀？不可能李继道有几万大洋？不是，如果李继道有几万大洋，他也不会埋在县府的花园里。他又不是傻瓜。那他藏在哪儿啊？我哪知道啊？所以不能枪毙李继道啊！我必须要审问他，审出大洋的下落呀！我告诉你。枪毙李继道比那几万大洋更重要，不，几万大洋比李继道更重要。你知道大堂上那些人干嘛的吗？个个都是等着跟我要钱的，我哪有钱给他们呀？我现在都没脸出去见他们。我跟你说啊，哎，要不然我把李继道便宜卖给你算了，你给我十万，不，二十万大洋，我马上枪毙李继道，我说话算数。你知不知道，把李继道放出来有什么后果？我管他什么后果呢？那是一条落水狗，他还能翻上天去啊？你知道不知道，龙泉的军民两政现在都掌握在我的手里。你这个人啊，根本不懂政。刘安国，你个混蛋！李继道，想好了没有？我根本就没有钱，你让我想什么呀？老李啊，我这可都是为你好，你把钱交出来。我马上上报中央政府，赦免你的汉奸罪。真的？真的。哎呦，我现在后悔死了。后悔什么呀？你想啊，贪污他几万大洋，再把他藏起来，这不难呐，我做得到。可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么干呢？那你就接着在这后悔啊。Yes， 主任。聚宝饭庄大车，让一群叫花子给抢了。在哪儿啊？在北大门外。谁让他们走北门的？不知道那是咱民多呀？记着啊，找咱们的人收钱啊。哎呦，二位先生来了，去吧。是。哎呀，你说这么点小事都找我，这当个小官儿，再不给周厂送粮食钱，可真要出事儿了。庄先生，你嗓子怎么样了？急的。啊，你知不知道那边都快死人了？这不刚断粮，怎么就饿死人了？你瞎着急！那些人可没有你这么能挨饿。你就是每天什么都不吃，五六天也饿不死。白人，你平常吃的好啊，你好吃好喝，你油水大。可他们不一样啊，这段时间了，每天都是稀饭野菜汤啊，一天都饿不起了。
我不是在想办法吗？可那税务局收不上来钱，你让我怎么办？你是政府，除了收税，你应该还有其他的办法。我还真没有别的办法。那白先生，你跟我说，你有什么别的办法没有？你坐在这个位置上，你问我。周瑞呢？你去了没有啊？你好好向人新四军请教请教，人家是怎么做到的？说这成天乱哄这么多事儿，我一直没腾出功夫去。不过二位，现在当务之急，咱们是把李基道藏的那笔大洋找出来。哎，找出这笔大洋来，咱们的日子都好过了，啊！哎，你们知道不知道李基道把大洋藏在什么地方了？